画了一个猪，然后因为我只会画这个，就是简笔画，所以就想了一个最方便的。加了一些小小什么东西？就是我本来想画一点，就是有类似涂鸦的感觉，结果有点来不及，只剩一分钟，我就随便画一点，就是最幼稚的那种图案就在上面。一些小小的童趣这样子，还挺可爱的吧。爱奇艺悦享品质。